苹果 iPhone 13 Pro 系列电池容量公布，续航时间大大提升。 IT 之家9月16日消息，苹果昨日推出了四款新 iPhone， 虽然没有在发布会上注明电池容量，但宣称其续航时间大大提升。 IT 之家了解到，苹果 iPhone 13 mini 一次充电可以比12 mini 多用 1.5 小时， iPhone 13则可多用 2.5 小时，前 iPhone 13 Pro 和 iPhone 13Pro Max 也有着同样的涨幅。根据发布的数据，苹果 iPhone 13 mini 采用了 9.57 mAh 的电池，相比之下 iPhone 12 mini 的电池仅为 8.57 mAh， 增幅约为 9%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同尺寸的苹果 iPhone 12 Pro 的电池容量和 iPhone 12一样，都是 10.78 mAh， 但这一代的 iPhone 13 Pro 增加到了 11.97 mAh， 相比 iPhone 13有所折扣，可能是更强的后置镜头模组占用了更多的内部空间所致。